咱感谢主，今早起啊，咱要三甲思想啊，结合诶信心啊，配合被咱通对遮学习啊功课。OK， 三个是拉合呢啊？为什么伊伫圣经内面希伯来书称伊是一位有信心诶女子呢？咱通对这故事有啥物通学习呢？那咱通对伫约书亚记内面啊，遮来看到这个。事实，这个见证，这个故事，立合的故事啊，你只要能看到，伊是一位有信心的女子啊，甚至圣经内面啊，伊希伯来书称个呐，有两位妇人有信心的，记载伫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就是其中一个是立合甲撒立啊，撒拉 ，OK。所以咱通看到这个故事啊，记载伫倒落呢，约书亚记第二章。啊，约书亚记第二章到第六章啊，所以你若是有时间，鼓励你倒去，会做下来读圣经，速读圣经啊啊 ，the browse through, read through Joshua chapter 2 to chapter 6， 会咱互咱个当国进一步会了解，甚至一下来学习啊，圣经内面所记载这个女子，那咱在第3400年前啊，一些的人曾经来到。约旦河边，准备要过了这约旦河，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。啊，咱称作迦南地。啊，如今这迦南地叫做巴勒斯坦啊 ，Palestine 啊。大约在40年前啊，这以色列人曾经干呐，有一摆要到伫这约应允的所在大门口，可惜干呐，因的信心无够格。啊！你会记得这故事，当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入去的时阵，十八道来报告什么啊？伊讲摩西啊，咱袂通入去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啊，是这个这些人啊，亲像一个 giant 啊，因特别别形容啊，所以亲像一个 giant 啊，咱袂当入去啊，所以拒绝入去，就上啊约书亚甲加勒入来。因讲到这是上帝给咱的，上帝所应允的。所以咱看到什么？因为因的信心无够啊，因就拒绝入去到这个所在。结果干呐，受到上帝刑罚，伫旷野漂流40年。所以咱通看到这个记载伫《民数记》第13章、第14章。现在因的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卡，因就来到这应允所在的大门口，甲40年前干呐同款。但是这摆啊，约书亚决定。派看呐，探子先去了解内面的情形，啊，了解内面的军事的情形。不过这摆就派两个人入去，啊，一方面是看呐，或者伊的行动啊比较隐蔽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啊是看呐，因为这两位啊是看呐是这个先经历到这款的战术啊，所以因看呐我通去了解，啊，所以这摆啊甲顶摆无相，就派两位入去。这两个人潜入去到约旦河边的头一个大城，圣经记载讲什么是亚利哥城啊？亚利哥啊是会通讲是当时世界第古老的一个城市，至少大概有8000到10000年古啊。The oldest city on earth 啊，我相信咱教会真侪位有机会到伫耶路撒冷。时阵啊，你那是应该有去到这个看到亚利哥城啊，所以亚利哥城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真正古早、一个真正大的城市啊。这名的通讲是跟牛有关系啊，可能这是早时啊、早年啊，因是咧拜牛啊、拜神的中心啊。这城的城墙真正高，街路真正阔，房厝真正密集，人口真正多。人口真正多，不过啊，予咱真正surprise 啊是啥物啊？这个城伫公元前15世纪也没了，有一摆受毁灭性的大灾厄，城墙倒塌，房子受毁灭，正亲像圣经内面所记载。所以今仔日到迄个所在啊，你袂通阁看到亚利哥城，你所看起啥物啊？即石头所流落。在城墙倒落来所留落的啊，所以阮也是有机会，我是有机会到底个所在，阮也是有机会去看到迄个
压力高一个所在所多了来在城墙啊，实在是一个坚固的城墙，实在无容易攻破的一个城墙。那立合是一个名声无好的人。那圣经啊，怎啊介绍立合呢？两字哩，圣经介绍个呐，立合伊是一位基督啊。圣经啊，真正讲到，圣经无将伊个呐，将伊个呐，加伊过去提掉。圣经讲，伊是一位基督。有人讲啊，基督是人类个呐，第一个老的行为，行业之一的啊。凡是有人类的所在，就基督啊。但是基督啊，一直伫社会当中的边缘性、边缘人啊，常常受社会所未通用立的。人看伊个呐，家己甘愿坠落。出卖家己灵魂肉体的人，因无地位、无自尊，过着一个呐，真正无通见人见日、无未来的日子啊！所以这就是立合啊，伊的身份、伊的地位啊，完全是一个无地位啊。圣经无对咱讲啊，伊大概是鬼火，咱可能知影伊的家世啊，但是这时候唔是很重要啊。看来伊个呐，应该是无结婚，是甲厝内人三甲徛，甚至需要担当负责厝内的一切，一个呐生活的生活的费用啊。所以伊伫家庭岗位个呐是非常有分量啊。以后咱看，咱慢慢看来看到。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啊，进入巴勒斯坦就是迦南地应允的所在啊。真侪人未明白为虾米上帝要以色列人。将这当地啊，亚利哥城的人，拢完全的灭除灭，是不是你讲上帝太过残忍吗？不是，啊，当咱了解圣经考古学家和咱的答案，原来伫迦南地宗教是啥物啊？是古今中外非常败坏啊，因的道德是非常的堕落啊，有人讲啊。在啊，当时啊，因在宗教礼仪当中啊，有公然什么啊，宣告在宗教内面个呐，因有一款的宣告，意味个呐，在当得到神力的祝福啊，因在庙内面饲了真侪个呐，神机啊，就是在 prostitute 来供应在男的啊，因来到这所在肉体私欲啊，富人人个呐。就爱到伫庙内面献上因的童贞啊，因的 virginity 啊，安尼讲，敢若因是为着因的神，直接来服侍、来服务。如果因个直接敢若将婴孩献祭，我敢若将囡仔添伫火内面献乎因的神明。所以咱看到当时敢若这人因所做非常的败坏，道德非常个堕落，一直敢若上帝就毁灭因。所以当上帝要叫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，就是咱现在叫做巴勒斯坦呐。伊个所在个呐，上帝第一叫因将个呐，就先经过这个亚利哥，毁灭这亚利哥城。呀，咱通看到头一只所在啊，立刻抓住机会得到这救恩。那咱来了解啊，这故事当中，立刻本身个呐，伊唔捌。啊！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伊就听起四十年前，曾经一摆个呐，因提前探子来到迦南所在，以色列人，现在过来到这迦南的附近哦，就是伫亚利哥城的对号，这摩押边缘啊，就是在阵你若去到要去到亚罗撒冷当中啊，去约旦 Jordan 啊，所以伫个约旦来讲。现在各一批在以色列人伫这约旦的当中，啊，因的人口人数真正多，因为经过四十年了，啊，新的一代起来，啊，一听起在以色列人因的信仰啊真正特别，啊，因的纪律真正啊特别的真正 discipline 在纪律。今仔日咱通对这所在了解几项物件，今仔日咱所信的基督教，咱所信的。咱所称作一个真神耶稣基督，是无是一个信仰真正特别。对伫咱四周围咱的朋友，伊是无会通看去，会通听去，知影你所相信的上帝，
实在是一位各真各活的上帝吗？咱看到长时间啊，伊所听起的，遐一些的人的上帝啊，因为所相信的上帝真正特别，怎啊只行神力？怎啊伫四十年的当中啊，上帝怎啊推因，互因无水有水通啉啊，供应因食食。所以感觉讲，伊所相信这位真神干啊，耶稣这位真神的上帝是真正特别的。反正因干啊，因所相信的神明干啊，是真正败坏啊。所以直接听起，所以甚至因一些的人已经拍败了约旦河边的干啊，因两个王阿摩利王甲巴山王啊，较重要的因存了一个计划啊，就是要。过掉这约旦河来到这迦南地，你过河以后，头一个目标干呐，就是这恁的大城亚利哥城啊。所以伊也知影，所以立合对在可能人客人过来单位当中知影亚利哥城的人干呐，一心真正干呐分散啊。因单位唔是要怎啊抵抗一些的人分袂入来，那是因要怎啊因所谈论呢？到底以色列人的军队什么时阵要来到？所以圣经记载讲干呐，亚利哥城在城，大家人干呐真正惊吓啊！所以等这两个探子啊来到列合的家，因的行踪立刻予干呐亚利哥城的人注意啊！圣经记载讲什么？这个、亚利哥城王啊就叫人啊去这个列合的出来啊！那咱先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两个探子会走去这猎合的厝内边呢？啊，有人讲啊，可能因为干呐，因为猎合是一个基督，较袂受人马上的注意。第二，猎合所徛的是徛伫城墙顶面，伊若要走的时阵较紧啊。所以不过可惜啊，因入来时阵啊，外队入来马上受人注意，所以干呐。亚利哥王啊，就派人干呐，到底要拍鸡啊？别个讲到这两个人的下落是什么所在啊？圣经在咱讲什么？要拍将这两个人干呐，这两个探子坑伫个初顶顶面隐蔽的所在啊？然后就骗人在啊亚利哥城的军队啊边的人啊，在讲因天暗以前干呐，天未暗的时阵，因已经出城了啊。伊也答这两个人讲，亚利哥城的人早已经无心要直接来应战，伊只求当时以色列人干呐，当因攻破亚利哥城的时阵，来通救伊甲伊厝内人免死啊！这是当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咱通了解这两个背景啊。所以圣经在咱讲干呐，这两个人就答应立合的请求，为要报答伊救命的恩典啊！因就应允立合讲，只要伊将一条红色的线，啊，咱知是虾米款的线，虾米个，绑伫厝内的门口，任何一些的人就袂伤害伊家庭的人。那当咱读到这段所在时，阵咱感觉无虾米真正稀奇，也是无虾米真正特别，是无？但是恁注意，一条线虾米色啊？红色。你红色拿上来，注意袂对外口，人来伊会出出入入，人会看到袂。一般当地亚利哥城的人会看到袂，一定会看到。哈、欸，实在无容易呢。啊，但是咱相信个呐，一叫创的时阵，伊就创。然后天暗的时阵，也拍冒着生命的危险，用锁对城墙啊顶面，将这两个人个呐，会放出到城外。因就是城外比了三日，都去到以色列的营中啊。这是咱读圣经时阵，咱的辨别啊，甚至伫咱主日都故事常常讲了这个故事啊。那以色列人啊，得到这消息啊，派这两个探子到亚利哥城，知影这情形的时阵，因就干呐，圣经记载讲，因就立刻准备要过了约旦河。所以咱通注意啊。对这所在啊，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到这个呐亚利哥城啊，所以这所在就干呐，就经过这个约旦的河。那到底这个河偌宽、
哇，深呢约旦河啊啊！经过这圣经的学者，因讲个啦，大概啊，约旦河是一百个 feet 啊，一百尺的宽，十尺的深啊，十尺的深有深无？那我想到这十尺啊，我就想到什么？我会记得当时我到伫加勒班的时阵，我啊到伫达勒啊雷地，我一摆去到雷地的时阵。因就招待，阮就徛伫，因就招待阮徛伫这个内底较早第一户人，创这个一大所在这个 resort 啊。伊个受水质真正特别，伊个受水质啊啊，毋是像当咱一般性个受水质，伊是这个盐个啊，直接盐个时阵。所以，我会记得当我交我囡仔真正细汉啊，交到这个甲阮三甲当时去个，阮就去大安坡就想要去遐受水。所以阮落去的时阵啊，是四尺，啊，四尺伊是圆的讲，所以你打掉，阮以为讲拢总差不多四五尺，啊，所以真正有把握。所以当开始收的时阵啊，我是袂晓受罪，啊，我爱受罪，我受罪就无欢喜我，所以我袂晓受罪啊。所以我收的时阵啊，就要休困淡薄久啊，卡子落去的时阵，完全打无半行，啊。我打无半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干啦，人就沉落去。人沉落去时阵啊，你得愈紧张愈急的时阵，你会愈干啦，愈沉落去啊。所以我就强强出力，急到够强强干啦。我起来的时阵，我会记得我头一句话，我话救我救我。然后我国家再个沉落去，沉落去的时阵啊，我就将我所有力量强强起来。那我当看当时啊，伊也是袂晓受罪。伊也是看到我这款情形，伊也是惊讲，啊，好该在我囡仔时阵啊，差不多三四岁人，三无，差不多两三岁，伊骑伫沙特米的，我迄个朋友就赶紧换沙特米的，伊就看到我手，就看伫楼顶时阵啊，就手头往换嘞，就将我揪起来。等我手揪起来时阵啊，我人真正艰苦，因为脚甲规个你真正艰苦啊，我就躲伫迄个所在，真正艰苦啊。后来个 lifeguard 啊，拄当无伫咧，隔日同讲啊，伊讲你食一四尺啊，不过你经过差不多无偌久啊，直接落去是十尺深啦，十尺的深个，伊遐完全无创一个山，无下半行个啦。啊，我记得啊，我讲，迄日实在是上帝救了我啊啊，我迄个朋友是惊着啊，虽然是上帝救了我，将我救起来啊啊，完全所以个我真正深的印象，所以。亚利哥城干呐？亚利啊，约旦河啊是十尺一深，十尺一深啊！你看容易无？这军队要过去，无可能啊！伫这所在，咱看到什么？上帝做了奇妙的作为啊！上帝和这干呐，约旦河干呐，亲像四十年前所经历的水就搁分开啊！在水滴分开的时阵干呐，因着对迄所在经过。伫这所在，上帝搁一摆或者四十年以后的一些的人，看起上帝能力啊，上帝作为和这水个呐，搁起来分开，和因我那行伫个所在啊，伫遮我通亲像当时四十年后，所以因经历了这个神力，所以当这时扶着这约柜，脚踏入这约旦河，河水着奇妙个呐，伫分开。一些的人行这大队，过了约旦河，正亲像四十年前因的船辈，过红海一样，哈、啊，过红海一样，哈、啊，所以这家上帝很经历到，所以当因来到亚利哥城的时阵，这时间呐、啊、就扶着约柜行伫头前，众人一句话就无发声，伫后头跟着，那咱注意啊，真正特别啊。因个呐，圣经讲，这是扶着约柜。约柜是啥物啊？就是上帝同在，代表上帝同在啊。上帝分这约柜啊，分代表怎样讲？上帝常常甲因三甲伫咧啊。这约柜分怎样讲？上帝个呐，不但常常上帝甲因三甲同在，上帝以爱甲因三甲同在，甚至个呐，分怎样是上帝来带领因。所以诗篇在咱讲啥物啊？我将上帝常常放伫我头前，因为上帝伫我正边，我就无地高有当。
因着安尼，我诶灵欢喜，我诶肉体就安然诶徛起。圣经在咱讲啥物啊？咱着将上帝啥物常常摆伫咱诶头前。今仔日，咱有将上帝常常摆伫咱诶头前无？互上帝伫你诶头前引带你无？互上帝伫你诶头前正做干呐？你诶牧者带领你无？因为上帝伫你诶正本圣经讲干呐？伊着互咱无低高摇动。真多时阵，咱人生的摇动袂，咱拄着困难问题，咱会低到摇动袂。等咱拄着试探试炼的时阵，咱会摇动袂，咱会呢？但是诗篇在咱讲什么？因为上帝伫咱的正边，咱就无低到摇动。因着呢，咱的灵就欢喜，咱肉体就安然会徛起。所以伫这所在咱看到什么？这是摕着约柜行伫头前。有一项真正特别的，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带领出埃及，因的制度是什么？因叫做 theocracy， 啊 ，theocracy 是上帝统治，啊，上帝带领，上帝统治，啊，一直到什么时阵啊？到当因干呐，撒秒尼的时阵，才百姓来到撒秒尼的面前，但撒秒尼讲。请你对上帝讲，要让阮一个王来治理阮，啊，因为亲像我在四周的国家呐，因为君王来治理，所以咱看到什么？迄时阵人就开始干呐，无必要上帝直接来带领，啊，因为爱好人干呐，爱好人，啊，让君王来带领，所以十秒钟真艰苦心。所以上帝对撒母耳讲什么？当伊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对撒母耳讲，伊唔是拒绝你，伊是拒绝上帝。啊，咱求上帝帮助咱啊！当咱信靠上帝时阵，咱就常常将上帝个呐摆伫咱的头前。啊，无论情况怎啊，上帝伫咱的头前。啊，上帝加掌管你的生命，上帝加带领你的生命，咱个上帝加来引错。啊、所以咱看到当因这条已经过了约旦河，来到这个亚利哥城，那咱注意到因的军事的策略啊，真正特别，真正特别。啊，圣经讲干呐，当这时带着约柜咧行的时阵，无半人出半声，因拢伫后壁咧跟地，拢伫后壁跟地。圣经讲干呐，因连续行了六日。每一日洗一个一拜，啊，为洗城一拜，一直洗到一礼拜，然后干呐，洗了怎啊，多多寄到因的军营内面，啊，你想想呗，起初当亚利哥城的人，因真正惊，因看起亚利以色列人城市的兵已经来到了，啊，因所惊遐的时阵已经临到了。但是看见一摆行，第二日完在安尼行无代志，也无来攻破。第三日完在安尼，第四日一直到第六日，什么代志拢无有发生。请问，你那是亚利哥城的人，你有什么款的感受？请问，咱那是以色列人，伫后壁，这是后壁行的时阵，你的感觉？为什么这是安尼做？为什么约书亚吩咐因安尼做？为什么因无只攻打因吧？真正奇怪，哦，因那无发半声，无发半个怨言，哈，因就照这是安尼锻炼，一直行，一日行一片，行到六日，啊，甚至到第七日，以色列人过来威胁这城的时阵。但是这第七日跟以前这六日无同咯，啊，因这日连续就食几摆，食七摆，所以拢总就食几摆，六加七几摆啊，十三摆，啊，所以你想想啊，当因安尼行的时阵，第七日行一撮一摆，为谁啥？一摆两摆三摆，我相信干呐，亚利哥城的人干呐，开始伫顶面干呐，就咧笑伊咯，啊。开始底下伫咧笑，啊，到第七是为说第七摆的时阵啊，约书亚就下令，啊，这时就切记呢，干呐
好啊，也觉啊，众人就大声发着，真奇妙。就发着的时阵啊，亚利哥城的城墙干呐，就遮倒塌，就遮倒塌。你不看到这款的拍战，真正特别啊！大声发的时阵啊，这城墙就倒了来啊，然后一些的人就起起，就代表了亚利哥城的人，只有基督立合的家人。完全无得到受伤，得到拯救，得到拯救啊！这是咱通了解啊，对这个啊，规个迄个背景内面啊，所以咱通接来问几条问题啊。对立合这样代志顶面，咱通学习到什么款的功课呢？咱通学习到什么款的功课？第一，咱知影立合圣经描写伊是一位基督啊，咱无上帝干呐？无看伫咱虽然过去，咱有甚物款的软弱，咱的上帝犹原听人民听下面，上帝犹原听接纳咱，上帝犹原听使用咱。无论咱过去咱有偌侪在失败，偌侪在软弱，上帝干呐？上帝犹原无看立合，伊是一位无洁净的人啊，是一位基督，反正干呐？伊是一位得望上帝恩典啊，所以立合甲你甲我拢相同，咱是一位罪人得望人民啊，咱应该干呐来到上帝面前求靠上帝，来到上帝面前干呐，应该咱就悔改，来到上帝面前过着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啊，讨上帝喜悦的生活，用阮小弟食做者。简单的见证啊！我伫1975年伫福音社信主，信主后的时阵，1977年，接到福音社一个夏令会，上帝就呼召我，我就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。1979年，将调进传道，就是当时福音社的总干事，就请我来帮咱福音社的工作做同工。所以迄时阵，我也阁读中学四册 High Four， 我就开始伫福音社学习书房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1985年，我会记得真正清楚。1985年正月时阵，伫我的灵修内面，上帝接到传道书对我讲话，上帝在伊的话语讲：“你按上帝所立的愿。”你就紧紧的行，唔通因为你的嘴子犯了罪。哇！上帝这句话对我讲，我真正清楚。但是到拄我大一几啊，那是我毕业的时阵，啊，我毕业的时阵，1995毕业的时阵，我反转个呐，我已经开始丢毒，啊，我开始个呐，心内丢毒。所以我开始就干呐，有家己嘅计划啊。所以当时干呐，我大学毕业了时阵啊，我就走去德拉萨去报 MBA 学堂就接受我。然后我家己计划讲，我也是要去飞升，再来读神学。所以当时我也去报 BSOP 啊。所以我记得当时嘅教务主任是 Hannah Haskell 啊。可能一寡人不知啊，啊 ，Hannah Haskell， 伊最高副主任，伊讲你免阁考了，你直接入来啊。所以读大学 MBA、BSOP， 就叫做走读生。然后我有关伫福音社办公，啊，伫福音社侍奉啊 ，part time。所以伫人看起来亲像干呐，就未歹是上帝开门啊，是上帝开路啊。我认为讲。既然这是上帝带领上帝开路，但是在我的心底中，我知影这是我的第一躲避上帝啊，我躲避上帝。第二啊，我只家己为着家己计划啊，伊爱干呐，上帝知我内面的内心的动机，所以上帝真奇妙，接着迄年啊，我读了一学期。MBA 了时阵，迄年咱有福音社，逐年咱有创一个奉献夏令会。
奉献夏令会时阵啊，迄年我交蔡丁力团多，啊，咱也有一挂人捌滴啊，蔡丁力团多，啊，三甲做古板这个啊，全时间奉献夏令会，啊，咱这全时间奉献夏令会啊，是全省的。啊！在无上教会，山顶教父也派人来参加，特别只有心要奉献的，这就借夏令会帮咱因清楚奉献好掉，上帝好掉。所以，初定的传道做主席，主任为办，我做副主任为办，和我这真正深的印象啊！我特别去到菲律宾圣经神学院，可是咱是踮遐举行做迄个所在，伊就对我讲，伊讲 Benjamin 啊。感谢上帝要叫你出来咯，啊，我心内笑笑，我笑笑，为什么我笑笑呢？因为第一，我已经决定，我已经读了 MBA， 啊，我无可能搁半伫半路当中干呐，半途而废就放弃，啊，我就在注意笑笑，啊，我多谢你的关心，啊，真奇妙，伫这夏令会头一日，我未想到干呐，上帝就对我讲话。啊，头一日、第二日、到第三日啊，我真是坐袂住咯。为什么坐袂住呢？因为阮的灵修真正是灵修约伯，上帝叫伊去到尼尼微，伊却走去约帕。啊，所以上帝就对我讲话，我就知影干咯，我就是约伯，我咧躲避上帝，我无顺从上帝，我离开上帝，所以我就悔改。约拿不是约伯啦，约拿。啊，对不住，约拿啊。啊，约拿啊 ，Jonah， 所以我就打电话倒去我厝内，对我妈妈讲，我讲我要放弃我的 MBA 读册，啊，我妈妈就讲一句话啦，我妈妈当时对我讲，我无停咧推你几多，只要是上帝清楚好掉你，你去，你去，真奇妙，上帝有怜悯无？上帝真怜悯。假使我若无听从上帝，我若无顺从上帝带领，我躲避上帝，可能我甲干呐约拿三同啊，可能我躲避到约帕，上帝可能用唔是用大鱼啊，可能上帝用别咪方法来管教我。但是只要咱听干呐，无论咱过去咱有啥物款的过去，上帝有法通干呐怜悯，上帝有法通赦免。啊！求主者帮助咱，和咱家来学习。咱看到什么？合那合那叠合的生命，和咱通学习。上帝有缘接纳咱，只要咱肯多登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诗篇一百空三篇第八节安尼讲：耶和华什么呢？有怜悯，耶和华有恩典，耶和华无轻易发受气，耶和华却有丰盛。诶，阻碍，耶和华无长久责备，也无永远怀怒，伊无按照咱的计算款待咱，也无照着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地对何等的权，耶和华的阻碍，恩敬畏伊的人何等的大。当离世有偌远，伊叫咱的计算离咱有偌远。感谢主，哦，这则圣经则帮助我真正大。我知影，咱的上帝干呐是有怜悯的，咱的上帝是恩典的。啊，什么叫做怜悯呢？什么叫做 mercy 啊？咱应该得的幸福，咱无得到；恩典呢，咱无应该得到的，上帝却可能得到。实在是的，上帝怜悯我，上帝满恩典施恩给我。好啊，我一摆多登到伫上帝面前，啊，好阮，好我常常记得我妈妈迄句话，我无停推你几多，我无停推你几多，只要是上帝好掉你，我就想到真个上帝就已经好掉，啊，上帝，假使我无听吹上帝拍话，我对你讲上帝管教，上帝一定会拍，啊，上帝一定会拍。感谢主恩典，上帝怜悯，所以咱要怎啊伫遮伫上帝面前得望上帝的恩典呢？啊，咱看到什么？立合得到上帝恩典，甲因着信，因着信啊！咱看到伊的回答，对的啊，立合伊的回答啊，伊怎啊讲啊？
伊讲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啊 ，Your God, the Lord your God is God in heaven, above and on the earth below. 啊，耶合耶是耶啊亚利哥点遐重大，伊知影啊亚利哥伊所拜的是假神。一听到这些人咧讲到伊这个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，伊甚至跟因讲甚物啊？伊讲恁的上帝，伊对这些摊主讲恁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！咱就看到甚物啊？因就安尼的时阵，干呐，伊的信心就行动啊！伊就干呐，照这些摊主所交代，拔了一条红线。摊主交代，叫伊的厝内人来到伊厝内，啊，有容易无？无容易呢？当我咧思想的时阵，当咱咧思想这段圣经节的时阵，耶和华伊叫厝人、厝内人来到伊厝内时阵，厝内人敢袂问？啊，伊敢袂问？一定会问啊！啊，你为什么叫阮来到你的厝内？要创什么呢？你看这人敢是咧骗你？啊？这些人来到这个所在，敢是要骗你呢？点无容易，但是干呐，伊相信，伊有信心啊。所以正最头一个干呐，头一个外邦受称作干呐，得着救恩的女子啊，因为有信心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，圣经里讲，基督立合。into sin， 正经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摊主，就无甲遐个无顺从的人相甲灭亡。圣经讲这句真正重要，伊信心带着干呐，即接待 into sin， 伊就接待了这摊主啊。伊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啥物啊？咱拢真够爱灭点的啊！那个信就是干呐。咱所唔望嘅代志是对，被看起嘅代志较久。信心是对无看起嘅代志，无有啥物呢？无有把握，亲像咱看起一般。啊，就只我爱啊，想到即只圣经嘅时阵，我就记得一摆一经历，吼、哦，当时我嘅老母，阮徛伫。菲律宾圣经神学院边头，遐一个较早是加南的啊教书啊的所在，地厝，阮住伫迄个所在啊。迄地厝四周围拢是啥物啊？拢是残堆啊。隔壁就是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啊。当时阮妈妈是读飞升，伊也读册，所以阮徛遐有一年的时间。我记得一摆啊，阮倒去到厝内时阵，倒去到厝内时阵。锁匙才拍不起，我妈妈锁匙拍不起。你个所在，你要怎啊找啊？很大个所在，我妈妈就讲，咱着祈祷，咱着祈祷啊！我妈妈实在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，伊是一位相信上帝个呐，伊有信心，伊就祈祷。当时我也细汉，讲祈祷哪有路用啊？你要怎可能会找到啊？他一坐点不如就分开去找嘛。但是妈妈带领阮祈祷。祈祷了的时阵，阮再去找。找的时阵真奇妙，我印象真正深。阮找无，毋是讲真正久啊。找，才达到一个对的物件，原来锁匙伫迄个所在。真正奇妙，信心是对无看起代志满有把握，正亲像干呐，咱看起一般，亲像咱看起一般啊。感谢主。我妈妈，伊不但是一个信心，伊是一位基督的女士啊。当我细汉的时阵，常常看到伊头一件代志，困醒，伊逐摆会落地的床的边头，跪落基督，跪落伫个所在基督一段时间，伊再起来。后来，伊就对我分享讲，伊逐日安尼做，为着厝内。为着遮伊个小弟小妹，为着教会，为着遮无信主个人，遮祈祷。伊一直常常安尼做，一直伫遮带有即款个信心，伫遮祈祷。
伊祈祷因着安尼干呐，伊两个囡仔，我阿兄甲我奉献。伊祈祷有信心知影干呐，伊细汉将我阿兄，伊嫌死的时阵奉献了上帝。伊有信心知影，一日当上帝就较干呐，一立伊奉献。但是后来我阿兄干呐，大汉起来对我妈妈讲啥物啊？伊讲妈妈，这奉献无算业。这奉献是你奉献的，不是我奉献的，所以跟我阿兄就无要奉献，无要做传道人真奇妙啊！后来我阿兄就去到台湾读册，读册的时阵，因为是读物理 physics， 伊的先生计无神论，所以四年读完的时阵，伊都来到菲律宾，头一句话对我妈妈讲：无有上帝。是咯，去读册啊，本来是传道人会惊，读册倒来讲什么啊？无有上帝，所以对时阵伊唔读圣经，伊无要相信上帝，唔去做礼拜。真奇妙，上帝也是用上帝有伊的方法。后来伊就有机会到伫加拿大，继续读册。加拿大了倒来时阵，伊就去读菲律宾圣经神学院。为什么他就去到菲律宾圣经神学院？后来我就看到他的见证，他对台湾到来的时候，他将来不怕遇到的，两个月不会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上帝接到一个狗，他两起的两个女儿，正卡倒开，你卡白搭，但听见啊，他全不会怕，多两个月。两个月后的时候好起来，在加拿大发生一个车的，不是他开的，伊是坐别人的车边头，结果症状是伊第一严重，所以翕啊就 fracture， 伊也唔敢让阮知影。伊讲啊，后来我看到伊见证讲，上帝借着这两项代志宣告拍伊，拍伊了的时阵啊，伊就干呐收回了。伊讲上帝啊，你是诚实的，我将家己搁一摆奉献予你，伊就悔改，伊就去读神学。感谢主，我妈妈对着伊细汉婴孩时阵，伊嫌目睭掉去嫌死，上帝怎啊救伊？伊在上帝下愿讲，上帝若救这囡仔，伊要将这囡仔奉献予上帝用。感谢主恩典，信心是对无看去的代志，无把亲像看去一般，亲像看去一般。感谢主，所以我阿兄伊落尾出来。书房，我阿叔也是传道人，所以上帝里面，所以今仔咱通学习吧。信心是啥物啊？有人讲，咱有三款的信心，three kinds of faith。头一款的 faith 是啥物啊 ？Fair weather faith。啥物意思呢？意思讲，当各项代志真正顺利的时阵，咱会通食干呐？咱会通食俄罗斯上帝，咱感谢上帝，各项真正顺利，当真正好势。第二款呢，当气候无合适时阵 ，foul weather faith 当我生命一团乱的时阵，我最后要来到上帝面前真多时阵干呐，当咱拄着困难，当咱拄着问题，咱再想着上帝，咱最后要多登到上帝，咱特别后要求靠上帝第三款的信心什么啊？是 all weather faith。All weather faith， 各款的气候当中，无论什么代志，我要吃辛苦上帝。无论什么款的代志，无论咱境遇好还是歹，咱拢要辛苦上帝。咱拢要辛苦上帝。咱求主加帮助。所以咱看到头一项，咱学习什么？立合，伊个呐，伊就因着信，得望上帝个呐。恩典因着信得望上帝恩典，伊不单安尼咱看到伊关心伊周围的亲人，伊关心伊周围的亲人有一位牧师伊曾经是一位和尚这个Sirico 啦，伊是一位真正孝顺的囝。伊失败做个和尚，那你若到伫泰国，你知影和尚是啥物啊？和尚因真看真正看重
黑箱的地位真正悬。我记得我一摆伫泰国开会，然后倒来时阵到伫机场啊，你知影一个所在 area designate 啊，是专专哦黑箱，安遐咧休困单。然后黑箱干呐？黑箱啊，那到你要 boarding 时阵啊，黑箱是先翻入去啊。因看当黑箱亲像干呐？泰国看当两种的人，一种是黑箱，一种是那国王啊。你的国王跟人将国王看作亲像神，将那黑箱跟人看作亲像神啊。所以这位这个 Siri Color， 伊的老母啊，真唔忙伊做这个黑箱啊。啊，所以伊啊，国未读大学时阵啊，伊就开始做黑箱啊啊，因为黑箱跟人常常会推掉因死去厝内人食几多，所以当看到伊老母真唔忙讲啊。等伊这囝毕业大学时阵，会通做和尚，就是做几个月也好，啊，会通食个呐，将来推着因家往生，啊，会厝内人食会几多，啊，所以但是啊，等伊咧读大学，读入大学时阵，啊，当时个呐，伊也是参加这学生会、这共产主义啊的活动伫大学内面，所以当时个呐，政府就咧调查学生。所以就秘伫学堂的干呐，伊就秘伫学堂的图书馆内面，啊，伫学堂的图书馆秘伫迄个所在干呐，是第一安全的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就一直看册，啊，你要有机会看到无相款宗教的册，啊，其中一个干呐会产生一个兴趣的，就是基督教，啊，所以当第一最后一年的时阵，我这位 campus crusade 好玩团体啊，的同工就会一本基督教的册，啊。所以一看到这本册的时阵啊，一甚至有机会向伊的同学来传分享啊，甚至当年的同学信主，当时也家己接到伊的分享当中啊，伊才信主啊。四个月以后啊，伊就加入这个 Campus Crusade。伊老母非常非常的艰苦心，伊老母对讲惊啊，我以你为荣。啊！我真唔忙，你大学毕业了的时阵，会通做一位和尚为我祈祷啊！这个、Siri Call 就回答：你讲妈妈，妈妈，我虽然无做和尚，但是我是做基督教基督徒的和尚啊！我无个饮酒，我无个点烟，我无个做歹代志啊！我真我要做你的乖囡啊！我无停一生要推你祈祷啊！虽然当时老母未明白，真艰苦心离开。但是后来啊，伊老母就信主了，真奇妙。过了二十年啊，这位 Siri Call 就成做泰国校园团结的总干事啊，做了真多真多真好的工作啊啊。虽然真正年轻，伊离开世间啊，但是感谢主上帝干呐，上帝应允。今仔日同款，咱得到上帝恩典，因着信。咱有将这上帝恩典传予咱无信主的厝内人无？几年前，我的表亲啊，忽然间有一个真正负担，当伊生正要活的时阵，伊年纪也真正大，伊讲伊常常袂放心伊一个小弟啊，伫美国也无信主，伊个一个小弟也无信主。伊就在上帝祈祷，上帝啊，你若要让我有机会去到美国，通带我的小弟传福音，你让我有机会得到比赛啊！因为我妈妈的时阵也是真正做岁了，差不多应该有七十几岁了啊！真奇妙，伊请比赛的时阵，伊真是得到，未想到这是最后一摆，伊通看到伊的小弟啊！伊开始到伫美国，用伊个小弟小金才来传福音，靠肯因就信主，靠肯因就信主。今仔日咱四周围真侪咱做听堂个亲人也未信主，咱有关心伊无？咱有推因祈祷无？咱有为因做见证无？咱有为因传福音无？啊，咱求主帮助。咱顶两日，咱咧推刘万安朴素祈祷。咱感谢主啊！虽然伫医馆的时阵讲感谢主，接着你讲啦，有锻炼两个护士啊，伫遐 pray to receive Christ。感谢主啊，就是伫各项
的环境景物当中，刘万南博士有阮的信心。在行景物的当中，伊抓到机会，得时不得时，传福音，做传福音的工作。In season and not in season, do the word of an evangelist. 啊，只要上帝给咱有迄个机会，咱就干哪抓到机会，恩人传福音。恩人传福音，我记得伫顶年，啊，我啊是大人改变了无偌久的时阵，我教会一个会友，也是大人爸爸妈妈也是伫医馆 COVID， 啊，后来伊老爸真正严重，啊，所以我有敲电话咧叫伊参加祈祷，然后我就在讲，你若有机会，你会做用啊 Messenger 啊 Video Call， 啊，叫你爸爸讲话来传福音。爱讲好，啊，到暗暝时阵敲我讲，牧师，你做推我爸爸祈祷未？伊亲像真正严重咯，啊，啊，我同我一做，啊，伊就安排个护士，啊，我就用 video call 叫伊爸爸讲，感谢主，去暗暝甲讲传福音，简单的传福音，虽然伊当中已经昏迷了啊，但是咱相信上帝有完满有灵兵呢，啊，来传福音了时阵，过无几点钟后，伊就安然离开世间。安然离开世间，求主帮助咱真实者会通关心咱厝内无信主的人，啊，所以咱通对立合的故事咱学习什么啊？无咱无受够咱过去的过去的咱过去的生活，啊，也互咱未通得到上帝要伫你的生命当中的计划甲安排。第二，咱因着信得望上帝的恩典。啊，因着信会通得望上帝恩典。最后，咱是无有关心别人，亲像立合关心伊厝内人。啊，所以立合伊求的时阵，伊毋是讲你救我，用救我甲我的家庭。啊，所以这两个贪主就答应伊。今仔日圣经讲，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人就的确得救。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人。就的确得救，厝内人要怎啊信主呢？可能上帝要借着你，借着你的关心，借着你的传福音，借着你的生命，借着你的见证，因得着主的救恩，愿主加帮助，帮助咱。咱三个阿头祈祷，天父，阮搁一摆感谢你，和教会、麦加地教会姊妹团结，阮会通常常加无停止的聚会，常常学习。真是知影，主，阮要食，将阮的生命交予你。无论阮过去的生命是甚物款，主你拢无欺嫌。主你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的上帝。你拯救了阮，你无因为阮过去的生活、过去的生命是甚物款，以及主你有缘要使用阮每一个人，使用阮逐人，正做你恩典的出口，予阮的信心会当得到坚固。因着主阮的信心，在你的面前得蒙恩惠，才亲像立合。立合，阮也在你的面前祈祷，互阮的通也关顾阮四周围的朋友、阮的亲人，特别无信主的人。感谢主，你使用阮教会的姊妹团契，互阮的通也为你也做光做盐，为你一家伫无信主的家庭内面。继续一只最美好的见证，为着阮的传客，所有客友，关注你只祝福，祝福阮每一个人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